可爱的动作，单纯就我，我早已被你俘获。等到下个周末，载着各自单车去看属于两人的日落。当你说你也爱我的时候，我会傻笑着接受。点亮的夜空星火，照耀了单纯轮廓，听你唱着最喜欢的情歌。你说你不需要太多复杂生活，只要简单的承诺。学弟学妹们，大家往这边来聚一下。你们的代课老师因为临时有事出国，所以来不了了。学校紧急安排，让我来负责你们的整个行程。我们这次的行程只有一个要求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今天晚上我们会开一个盛大的 party。接下来是自由活动时间，我们的活动区域都在那边。Let's go。一下嘛，这么大的太阳不涂防晒霜是会晒伤的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，上次去毛里求斯是谁呲牙咧嘴来着？好好好好好好。静美，韩一哥，脚怎么样？好了吗？已经好了，谢谢。要不要一起去浮潜？好啊，我早就想去了。走吧冰冰。好好去。背着氧气瓶，穿了一身装备，还想探索世界啊？有种你自己挑。走，跟我去上大摩托。我有说要跟你一起去吗？走。哎，小日，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静美的意见？我女朋友用得着你操心吗？你看不出来她不乐意吗？我只是看出来你管太多了。放手。放手。没事吧？用得着你管？够了。你们这样把我拽来拽去的，有没有想过我会不好受吗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我的老腰，怎么了，美丽啊？哎呀，这大白天的你怎么穿着睡衣啊？我们在学习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呢。什么礼仪啊？是不是又是换大米的什么活动啊？哎呦，胡说八道，你女儿现在不是在跟龙家的接班人谈恋爱吗？我们现在啊要赶快把那个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学起来，要不到时候露怯。对啊，你就跟你儿子在客厅里乱蹦啊？家里这么小跳不开。要不凭我真美丽舞蹈的实力，我您的实力绝对第一啊，称霸小区的广场，绝对没问题。你少来了你。妈，上流社会的人是不会这么大声说话的。对吗？哎，上流社会的人也不会动手打人啊。是吗？那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妈妈我开始做一个贤良淑德的美女。笑不露齿，有没有？
我还是去打游戏了啊。哎，董帅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哎呀，我忘记了一件大事。喂，妈妈。喂，静美。龙少爷有没有约你出去啊？妈跟你讲啊，这条大鱼不是，是大龙，很多人都想钓，你可一定要抓住。妈，什么钓不钓的，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妈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惊喜。嗯，是什么？在行李箱的夹层里。我看看呀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好有感觉？你要把握好机会，主动出击。喂喂，你看看他俩多合适，海一跟允儿分手，虽然呢他嘴上不说什么，可我知道他自尊心强，这件事一定对他有伤害。我跟爸说过了，等海一回来让他进校董会去锻炼一下，他要是忙起来的话也就没时间去想那些伤心事了。爸同意了。不过呢，海一能不能有更好的结果，那就要看他自己的努力了。海肯定没问题的。是，海一我是不担心，你看他比小日成熟多了。别这么说，小日其实很聪明，就是脾气倔了点，等他长大些就会好的。哎，还长大些，你看他现在这个年纪啊，早就该毕业了。嗨，这小子只要一提起他我就头疼。你就别头疼了，等他长大懂事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你好。你好。哥哥，哥哥，看看我这个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哦，龙先生，这个呢是我们和社区长期合作的这样一个慈善的项目。这些孩子们呢是孤儿院的孩子，他们做的这些手工艺品呢将会售卖给游客，收入呢就作为支持孤儿院的资金。哦，那这样，经理先生，孩子们做的这些手工艺品我都买了。款项从我个人的账户上扣除就好了。哎呦，那真是太感谢了，这真的是一份振奋人心的爱心之举。我们给叔叔鼓鼓掌，感谢一下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的慈善活动还有一个惯例，那就是今天第一个捐献的人呢，晚上的舞会享有第一个挑选舞伴的权利，现在这份权利归您了。举手之劳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还会有暴风雨，不过您别担心，尽情享受我们的周末派对之旅吧。再会再会，谢谢。哥哥再见。听说今天的酒会特别好玩，还有好多帅哥呢。你就别犯花痴了。这不是韩志和的跟班吗？他怎么了？我先过去看。别去。你忘了韩志和怎么对你的？万一他真的生病了呢？你没事吧，冰冰？我肚子疼。那我们送你回房间吧。走，谢谢。你扶一下他。慢点。志姐，计划一切照常啊。知道了。老大，找谁呢？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找大嫂了。不过也没看见大嫂，也没看见她旁边那根冰冰棒。没有。墨鱼，
你跟我出去一下。由于你留在这儿。好。志姐，丁丁现在就在他们身边。现在呢是 party time， 我已经感受到了各位蓬勃欲出的热情。现在呢，就请各位绅士们邀请身边的美女翩翩共舞。龙先生，从您开始好不好？还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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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一个。楼上选我，选我。看，他在看我。啊，今天晚上将会有一位美女会幸运地成为龙海一先生的开场舞伴，那究竟是谁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龙先生，您打算邀请谁呢？哇，新华，好些了没有啊？还是有点疼。静美，龙老师到处找你呢，你快去看一下。找我？对。他有什么事吗？不知道，很着急的样子，你快去看一下吧。可是丁丁他不太舒服。这边交给我吧，放心。那行吧。来一个，大家都不愿意错过和您这样帅气的翩翩男子一起共舞的机会，要不您就给别人一个机会吧。好热闹，我还是先回吧。不不不不，您得领舞。那要不咱这样，让大家先开始学，然后我去找一下。海一哥，你找我？这位美女，过来过来，到前面来。叫你呢，我来了。静美，我好羡慕啊！原来龙老师等的人是张静美啊。那帮个忙呗。哇！邀请你跳第一支舞。哦！恭喜这位美女成为今天龙海一先生的开场舞伴。那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龙先生。来，这是孤儿院的孩子们托我转交给您的。能送给你吗？我啊，这个是孩子们的一点心意。好，那我给你带上。嗯。好，我们掌声送上。谢谢。好的，那各位就请尽情地跳起来吧。Music。静美，哇，张静美怎么那么主动啊？她不是龙明一的女朋友吗？哇，真看不出来，她这么有手段。静美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的出现，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。这话应该我说才对。谢谢你，海一哥，总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。静美，如果我们相识是在小日之前，你会考虑我吗？男朋友，你跟他搂搂抱抱算什么？你龙少，张静美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反正你们俩都是兄弟嘛，他肯定想，都一样嘛。韩志和，你想说什么？其实你不用那么生气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又在造谣生事，韩志和，一天不黑静美，你过意不去是吗？我造谣？我要是有证据呢？来呀，大家请看大屏幕。
这位少女偶像平时淑女的样子，但是她私底下却是另外一副面孔。你跟踪我？我只是路过，顺便拍了几张生活照。张静美除了私下邋遢，举止不雅，还对感情三心二意，与多位男士保持密切联系。这是她和龙少交往期间，我们无意间拍到的照片。还有越野赛的当天，张静美跟龙海一孤男寡女共处一晚，简直不敢想象的。但这些还不是张静美的全部，她做的远远不止这些。静美，你爸爸不是姓张吗？张同学，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呀。我爸爸是姓张，上面是他领导。我来本城也是顶替他女儿的名额，满意了吗？大家听到没有？张静美都承认了，她来本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傍大款，然后让他们全家翻身。你们看看，从龙日一到金纯熙，再到龙海一，哪个是你高攀得起的？他背后又用了什么手段？这些我们大家都不知道。我没有。龙少，这些你也不知道。你看，他一直把我们大家耍得团团转。张静美，你被当众扒皮了。龙若依他怎么想你？他为什么不说话？他在想什么？龙若依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我的？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你能不能一次性全告诉我？别让我通过别人知道好吗？我现在很不爽。两面三刀，撒谎成性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说错了。我对感情从来没有三心二意，我从始至终唯一交往的对象只有你，因为龙日一有继承权。你胡说，笑话，你个骗子，你说的话能相信吗？你以为龙日一是傻子？龙日一，你相信我？是真的吗？龙如意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对你的感情？我们之间那些点点滴滴、争吵欢笑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静美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，你难道还看不清楚他吗？滚！喂！龙如意。各位同学，别走！今天晚上有暴风雨，没什么事儿就别出去了。喜欢老大的人多了，轮不到你，你算老几？大家安静一下，都不要出去，在这里待着，我去找他们。啊，走走，不走。师姐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龙日一，你相信我？走，跟我回去。你都已经不相信我了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不该怀疑你。但是你跟他抱在一起，那算什么？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敏感？我敏感？是谁跟他搂在一起的？所以，你现在是来指责我的是吗？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跟你走。Yeah!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有的情况？喂，没有线索，没有线索就扩大范围继续找。对，找。还没消息吗？给我个解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不不不，不是的，爷爷，不是他的错，是海水突然涨潮了，赶上暴雨，然后老大不小心落水了。是海一哥救了老大，然后海一哥他突然体力不支了，然后被海浪卷走了。小日去水边干什么？他是怕水的。我是韩正和一手造成的，不关他的事，都是因为我。如果我不跑出去的话，龙日也不会出去，我们也不会被困，海一哥也不会。又是你呀，我的两个孙子，一个在里面抢救，一个被海水卷走下落不明，你怎么还有脸站在这里呢？啊，等他醒过来，我如果发现他没事的话，我立马就走。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？你难道祸害我们还不够吗？还不赶快滚！爷爷，我龙爷爷，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我，要骂就骂我吧。你又是谁？你们都给我滚！是，爷爷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走，走吧。老爷，小少爷一定会没事的。老爷您放心。好了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啊，医生出来了。哪位是病人家属？我们是。人是救回来了，还没有脱离危险，需要在监护室观察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海一这儿还是没有消息，给我查，一定要查到祸害我孙子的凶手。我对他们绝对不会客气的。可我是傻瓜。